佢呢個祠堂位咧，前面其實係有個 infinity pool 噶，係 infinity 連埋個祠堂。但係因為太凍啦，都真係未必會落水。聽朝我哋 order 咗個 frozen breakfast， 即係嗰啲浮喺度嗰啲咧，上次去婆婆屋企，我哋自己整嗰個咧，唔知係點嘅咧。好搞笑啊！那個池邊有兩隻鵝噶。Hello。跟住个铺侧边咧都有啲休息嘅 sofa 咁样，好靓啊！其实如果天晴同埋暖少少咧，应该再舒服啲噶。跟住我哋嚟一个 room tour， 一入到去屋入边咧，其实就系张床噶啦。跟住呢边有电视，咁佢全部都系落地玻璃噶，所以都好有透明感。然后入面就是浴室啦，它呢都是落地玻璃的浴缸位的，但是因为有墙啊其他树木隔住，所以个 privacy 都 OK 的。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淋浴间啦，然后这边就是洗手间，还有衣柜啦，那整个小伊娜就是这样的了。听日呢我们会转另一间房的，到时再影给大家看。大家在 IG 看到我那些美裙子的照片，其实只是好冻之下的造型，这个是真实的 outfit。 今次是第一次去越南啊，那我们呢昨晚呢就到了这个盐港，就在 City 那边机场附近住了一晚，今天呢就来了这个 Ben Yen Chi 的 Villa 那里。哇，坐着这些像高尔夫球车那样准备去学整嘢食。就是我們學煮嘢食嘅餐廳。越南咖啡再溝椰子水。好犀利嘅擺碟喎，呢個係炒面、叉燒、菜同埋雲吞。你就喺度學整嘢食咯。整一个汤面和一个春卷，越南春卷。鱼露加了啲砂糖。很多不同的香料和醬，不如加一些肉，跟住啲生肉係咁醃下佢。仲有個 shirt 俾我哋添啊，同埋嗰個 recipe。本身以為越南應該係夏天咧，我帶曬啲夏天衫，點知勁凍咯，所以咧我全程都著住呢件衫。我全部都係帶呢啲勁飄逸嘅裙噶嘛。頭先咧就去咗我哋呢度入邊咧好多唔同嘅活動啦，就參加咗一個 cooking class 學整春卷啦，同埋一個越南傳統嘅面嘅。咁聽日咧仲會 join 一個拉筋嘅 class 啦，同埋咧佢呢個 package 上面咧嚟有包一個 spa 嘅，都期待啊！因為咧去日本啊、韓國嗰啲咧係比較緊密嘅行程噶嘛，咁今次就係相對上比較 relax 嘅行程咯。同埋咧，我覺得越南比我想象中凍。我哋出發之前咧，咁同 Ida 一齊話啊，睇下啲度假風嘅裙啊嗰啲啦，但係咧嚟到咧係完全勁凍咯，我長期都著住呢件衫。而家嘅温度我諗大約十。5-17度左右，但因为越南的天气都呢几日又落雨啦，都好潮湿喎，所以咧类似香港嗰种湿冻咧，个体感温度系好似5-6度咁样咯。今次咧都系飞得翻之后咧，我第一次同男朋友一起去旅行啦，所以咧我哋心入边其实都系咁谂住说电视，好搞笑！我哋搭车出发机场嘅时候咧，已经咧男朋友就系咁话，哦挂住薯饼同段子啊。辛苦晒男朋友屋企人啦，同埋悠悠咧特登去我哋屋企度照顾薯饼同段子噶。
啦。跟住我哋仲用电脑睇财富家嘅小儿子。妈出现啦！佢紧贴住条边边，超冻啊！所以我哋搬翻晒嚟食。现在是乌云密布，之后波涛汹涌，大家睇下。呢个系可以咁样一望无际望翻出去。原本应该系紧接住蓝色，但系而家系蓝色接蓝色，而家蓝色接黄色接灰色，橘色。跟住呢边咧可以翻埋个房，跟住嗰边拖嚟都大咗，仲有淋浴间同埋拖。如果大家 book 呢度，应该夏天会再靓啲。嗰个浴缸都系望全海景噶。上完拉筋堂，而家过嚟饮嘢，试下呢个椰子咖啡先，越南嘅茶，好甜啊！跟住就到 SPA 嘅时间啦。做完 SPA 啦，佢帮我扎咗超高嘅丸子头，好舒服啊！不过佢哋嘅床系冇暖毡嘅，所以咧有少少冻咯，因为天气。但系真系好正啊 ！massage 完之后仲有少少茶点，当然系好冰冻嘅西瓜同埋雨落。雨中未开的你应该要早啲出场，一定好。我买咗呢个帽，完全冇机会用，决定喺最大雨嘅一日攞出嚟。啊，都牛牛啊！我哋跟住嚟咗另一间酒店啊，呢间就系海边噶，灰蒙蒙嘅海边。嚟到呢间新嘅房啦，有一个 tour 先。呢间系比较现代感嘅厕所，都系可以透到出边，铺到个帘会拉。跟住咧，佢冇曬一床嘅房咧，就拼埋咗兩張牀俾我哋。又係嗰句啦，好天嘅話咧，好靚噶。呢度仲有個小書台。Coconut coffee 啊！到底我可唔可以食到我夢寐以求嘅蝦？佢個蝦頭已經係冇蝦膏咯。依然唔係我幻想中嘅蝦。今晚再戰。我哋嚟咗呢個海鮮 market 啊，超嘈啊！我係自行喺個水缸度揀啲你想食嘅嘢。有希望啦！我想食嘅大蝦，哇，超快嚟到喎！仲有海鮮喎，好肥一啲啊！傳説中嘅燒蝦，唔通就係我一直等緊嘅燒蝦？好大啊！Okay.
去啦，去下。充满住膏噶。好吧。最后食咗咁多嘢，我哋计翻每人港币大约900蚊左右。冇每人900啊？冇每人900。成台先900咋？我成台先900咋？哎呀呀呀，好抵要。海边都有人玩，耶！睇下呢个酒店个无边际泳池 ，Ada 已经到咗，包场啦。我哋去咗一间好得意嘅咖啡，哇！就系呢间啊。系一个叫做 Morning Glory with 咖喱，原来就系呢啲炒菜，全部都系素菜噶。春卷捞面，咦！最后一日终于有晴天啦，嚟买手信。好靓啊！佢哋去咗间咖啡。就是適合的聖誕衫，我是度假風，我是咁戴，戴咗聖誕 roll cake 同埋 cappuccino， 好有 Christmas feel。唔係我嘅蛋餃餅，睇下你嘅事。我哋去咗另一個 market。我哋试下呢啲传统嘅食物，好似肠粉，但系咧佢系用一啲好烟韧嘅，系咪叫纤维粉咧？佢整嘅。我哋咧，晴子匿埋咗啊！你系咪唔记得咗我啦，晴子？在这条片的结尾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消息的，就是哇，我结婚了。男朋友呢就在今个 trip 的其中一天投了婚，但是这条片里面呢就没有当时的片段的，如果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，都是一个很爆笑的回忆来的。很开心啊你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